我很想念他们。为什么今天会感触那么深？今天是妈妈的母难。我听到某个点叫啊，叫小林，叫小林，你听见一点高到多比。儿子嘛，是说就这次真的有比较开心，就搞公妈妈你就改别入围啊那年啊，就是现在心情是比较平静，然后其实很开心，就像跟家人聚在一起。如果说有出新唱片的话，然后来得及报名，当然公司就会一直帮我报名，然后就看评审老师有没有喜欢，就是新专辑的里面的内容。对，当然能够多拿几座就多拿几座啊，给自己一个就是。更迈向前面一步，那个对对比较进步的一个空间。儿子嘛，是说就这次真的有比较开心，他都没有讲说妈妈你怎么样怎么样，就是在我入围那一天就搞公妈妈你就改别入围啊那年啊。我很想念他们。为什么今天会感触那么深？今天是妈妈的母难。那因为今天他们营造这个当我的生日，当我拢会去呢，下回今天跟爸爸妈妈讲话，因为今仔日在台北，就早起来，所以我前两天先去跟伊讲，我今仔要来台北吃。家庭的奖，我先跟你讲，那爸爸妈妈辛苦您啊，我今仔嘛搁着奖，感谢您，感谢您的听见，一定有搞到宝贝，谢谢。我妈妈很喜欢听《秋晚》，然后也喜欢听《行书家郎在》，她最常唱的一首是《安平追雄》，安平追雄，对。对，每次都会想到我妈唱这一首歌。